你到了，你不叫浪费了，你别管。要不啊，我这。我弄个破手机来，万一落在了。 这个拿我的三个嘛，我到了这儿了，没有了客人，人家到这就放在酒店了，我说你没带走客人，他不。我操！你我娘的，上楼去吧，一万一万。 哪有？卖的，肯定也是吃的，不是卖的，卖的没有长些的。那你喜欢咋的？嗯。主要是啥？一样的。那你还用多少钱买？